rap 第一个 rap。这位朋友，我谢谢你。Yeah. 今天上帝他在这里，是真的。讲到这即兴歌的发源者呀，原来就是上帝他自己。大哥大哥你要接下去、yeah. 后面我们是不会押韵、yeah. 你若不出来唱个两句呀、啊 yeah. 刷面会很难受、欸、长得丑又没有才艺你们实在是了不起哎呀别这么说还能把这黄鹂鸟来接下去、哎、今天那中线你很好呀帮我唱的是了不起汉典、hey. 没想到也看见你是不是你也能够唱几句让这个黄鹂鸟会圆满呀四个人统统都连下去嘿大哥大哥大哥你不明白嘿陈汉典没有做过好事情观众对他的全部了解呀全部他都在207真的我坦白地告诉你你侮辱那汉典是不可以我看到他表演是最好呀一会儿是男来是一会儿女人家那主角都在面前汉典他永远到后面去就好像刚刚他要唱歌呀又被我抢着唱几句大哥大哥大哥你别生气这个首播、啊、你都没唱到的哎呀该唱哦算了啦算了这个什么是207啊我不太懂207啊就是我说好不讲了就207当事人来你自己讲自己讲我们不能讲跟大家解释一下哦韩殿呀韩殿你别着急你要唱我就让你唱几句现在我们大家都站旁边呀韩殿一切都要看你啊仙哥啊仙哥我们说好了不是说不要再提207你现在又拿出来提呀等于是在炒冷饭其实207这件事情原因它很简单就是这样的原来有狗仔拍到他去207呀带这一位可爱妹妹去啊其实啊事情是这样的哦怎么样人家都以为我去休息其实我要告诉你我是去赚钱的其实去赚我知道总先我问你还有什么是207你听我说用讲的讲不清楚我现在带你去大哥离开这个话题，现在已经忘记了。离开这个话题，知道了就知道。对啊，现在连北京回、啊、北京回来的也都知道。啊、对，他是两年前带女朋友去，他带妹去开房间被狗仔队拍到。懂了懂了。原来你带妹妹到房间去，那个房间的称号是207。对。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样呀？上次我也住207。太感动，而且我们心里面是真的感动。